哎呦，刚才那个字儿念什么来着？什么东？山关关乡？你看，那个不是水库的库，上面没有那一点儿。你会念这个字儿吗？你看，你待会儿看这个旁边路牌里面，如果写到当地的地名。水库的库，还有一点儿。你查一下这个字儿怎么念，要不给康老师打个电话问一下。这点小事儿就麻烦康老师。你打电话问他，你问问他，真的，别让人觉得康辉是个神，他也是个有血有肉的人，我们要把他还原成一个人。康辉老师叫什么？你这个问题太深奥了吧？康辉老师微信叫什么？你这个问题一下把我们问懵了。康辉老师叫什么？你打，我不敢打。哎呀，这行不行啊你？真是。哎，康老师。哎，那个，抱歉啊，那个打扰您一下。您现在值班呢吗？你说。那你现在在偷懒啊？我什么叫偷懒啊？你这个点你不值班啊？据新闻联播播出，这还有六个多小时了，你不去值班啊？哎，你说我说我就真值班了啊！啊，好，我是马上说，那个康老师有一个问题请教您一下，有一个字儿我和小尼都不会念。你跟他们有没有厮混在一起吧？啊，我跟小尼，我们俩没有厮混在一起，我们在值班，我们现在真是在值班。就是那个一个水库的库。上面没有那一点儿，也就是说它不是个广字头，它是个厂，工厂的厂，然后里边一个车，里面一个车。字典里查不到吗？字典里当然查得到，但您不是活字典吗？活字典，我觉得是字典里很准确的。我们翻字典还得费流量，现在已费流量，不知道怎么念了。念社，我们现在到了一个地方叫社东关乡。您不叫康辉，您叫康熙字典。你的外号叫康熙大字典。我应该拿一本康熙字典砸你的头。砸我的头，好，谢谢谢谢。对，让你醍醐灌顶。谢谢谢谢，康熙字典，不是一点钱。